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肉肉。最后一趴的这一个落叶枪决战 X rank 2300分，肉肉流新手枪落叶的秘诀到底是什么呢？让我们看看你要怎么样拿着这一把新手枪，带着两颗饭团一路走到2300分呢？以我们这个手残党来说，这一件事情应该是天方夜谭吧。好，那我们今天一样哦，来为大家带来三局精彩的最后最终决战，让我们事不宜迟，马上开始吧。好，一开始这个第一场是2230的部分哦，一样是野外音乐堂，毕竟是在同一个时间打的嘛。那精彩的一局当然是要分享给大家看喽。好，当然还是一样，这个我们从这里走，带着落叶枪偷袭，左路偷袭。哎，今天学聪明喽。没有先从这边爬上去让大家抓哦。哎呀，好，队友被杀了。好，这个可以看一下。好，这个好，纵哥已经发现我，我们就故意躲不出来。反正你射死我，那我在这一躲，让你不要去打干扰我的对手。好 ，OK， 好，现在整个似乎没有干扰到啊。抓得到人吗？好，现在塔前进，因为贸然前进真的会死啊！哇，糟糕，墨甲开出来了，亏！纵格也发现了，完了完了，你现在这一个决定很亏啊！墨甲开出来 ，nice nice， 抓到一个，纵格抓得到吗？哎呀，决定死命抓纵格了，是不是？抓一下，抓一下，抓一下，纵哥，纵哥，哎呀，哎呀，这个就是硬要对枪啊，什么都没抓到。这个大家要切记啊，千万不要学肉肉先生啊，这个是不良示范啊。好的，差一点吃到饭。这一局怎么走呢？哎，小心，小心，哦，好险。OK， 纵火这个抓应该是要抓一下。哎，我看到有墨鱼，有人穿墨鱼。好，现在我们都被压了，这样子要怎么出发比较好呢？哎，有这个指标，有指标我们就要放这个。哎，这边没炸到啊！哎，靠，换掉，换掉，竟然是换掉，这还是有点亏啊。理当来讲，应该不要是换掉，而是正常的带走，对。好，现在目前为止，肉肉先生看起来没做什么事情啊。好，重新出发，该怎么走呢？嗯，这个还是先从右边来吧，这里应该没躲人吧？好，好的，饭团送出。哎，小心，小心，小心！好家在你有墨甲，不然你就死定了。OK， 还是死定了。就是面对纵格，建议大家还是比较轻易的前进，不然像是遇到像噗噗这一种的，你不管怎么躲，他都知道你在哪里。所以这个时候还是先退比较好。一定要记得自己的位置在干什么事情。然后刚刚应该是要跳上去，没跳成功，哦，就不小心追回来了。这个就是完全感谢大腿队友。好，这个时候应该上前支援一下吧。好，现在有点混战，应该不要贸然前进，先退再说。倒二，有墨甲，开出来。开的时机还不算够好，最好是等队友出来再开比较好。好，上塔站一下，看一下敌人那里。OK OK， 这里有一个。哦，危险。哎呀，十字加攻这就没办法了。好的，嗯，这里会有躲人吗？有躲一个 ，nice nice 队友。看来没有人，好，准备偷袭一波。哎，有一个，有一个，有一个，哦 ，nice， 算你捡到，你刚看起来快死了。好，被发现，被发现了。抓一个，抓一个，抓一个啊 ，nice， 哇，这一今天的。肉肉先生的 M 不太好，会被抓吗？会被抓吗？应该会被抓吧。好，没有抓，墨甲开出来。哎呀，傻瓜，真的被抓了。
好，现在目前剩40秒，整个优势上看起来还是在我们这一队的哦。导二，哇，队友都很腿哎，其实队友很腿没关系，但是你不要雷，就是不要做错事情，你可以安安稳稳的，不用求表现。Nice， 感谢队友。可见这一次肉肉先生的运气还不错啊，运气也是实力的一部分嘛，对不对？好，看来剩10秒了，上个塔，开个墨甲，继续站塔，继续站塔，左右，啊，抓到抓到中哥 ，nice， 他刚好没墨 ，nice， 算是蹲的成功啊，他赌错了。好的，这个我们的2300分的第一站看来是有惊无险，因为呢有点雷，我说肉肉先生的部分有点雷，都是靠大腿这个样子的。好的，没错，让我们接着来看一下倒数第二场的表现，现在2260有点紧张耶，好像已经快要创新高了，这一局2270哦，分数越来越可怕了。来看看队友这一边，对面这边是香槟黑 PZAP 跟这个长的水桶哦。我们这一边是很长的爆裂跟香槟还有黑 P 哦，枪支上有一点点像。好，看一下，哦，这边已经先拉掉一个了。好，丢炸弹，再丢，远丢近丢 ，nice， 抓到香槟这边抓得到吗？好，他已经往另外一边走了，我们就继续前进，先上塔，让队守长的队友。自己要找事做啊！这个好，敌人已经要从右边下来，准备香槟要出发，放一个炸弹吗？没有放 ，nice， 感谢队友，先把战地抓回来。好，突突突，好，准备蹲敌人。好，有人从后面绕背，啊，可惜，我以为泡泡可以救到。哦 ，nice， 这个飞回去飞得非常好。不过61分不算说推很多啦。哎，小心！反过来走，看一下。Nice！ 竟然没有让他顺包成功，不错不错，运气不错。好，还是一样占地占地，红地板。别抓！哎呀，可惜。啊 ，nice 队友 ，nice 队友！哇，这个太凶狠了吧！哎！哇，大混战，这个绝对不适合我们去，我们手这么短去，真的绝对只会碍事而已哦。不如回来把地好好涂一涂。哎，你看这边，哎 ，nice， 感谢队友。这个抓一下，这个抓一下，抓得到吗？哎，你被发现了，被抓了是吧？好，一样从后面走，看能不能抓到人。啊，糟糕，不行，白痴！糟糕，塔已经开始往回推了。有瞬爆，再加上战气弹，这个会很弱势哦。哎 ，nice 队友哦，有稍微停下来哦。你看，糟糕，站起来。哇，还有导弹，天哪！抓一下，不要让过 ，nice， 我家在，天哪，差一点呢、欸。我觉得最后这几场肉肉先生的运气不错，我只能这么说了，运气啊，不是实力啊。好，香槟先躲再说，打不过哎，年代哎呀，这个就没办法了，运气用完了。哇靠 ，nice！ 好，现在这个敌人又再次上塔了，可以看到左半边这边战地几乎又遗失了。毕竟落叶虽然很毒，但是他的手很短，所以范围也是有限。哇，糟糕，泡泡又来了，糟糕，会不会输？好像，哎呀，糟糕，这个就是最讨人厌的地方了。水桶抓吗？哎，
靠！你看，这就是我刚刚说的，就是前面几场，我忘了哪一局的时候有说过，因为你手一直按着发射，你手其实很僵硬，你没有办法很顺的可以做旋转，你一定要稍微放松，然后游移一下你的那个准那个手感的准度才会回来啊！真的是这个样子，最起码我个人的经验是这样。追得回来吗？剩一分钟。好，墨甲先开出来。哎，小心，小心。好。哎，丢。好，先这个，我们至少要过这一关啊，跟他们一样过这一关。先放个炸弹，追一下，追一下，追一下。不行不行不行，队友的，他们都有队友。后面这里也护一下 ，nice nice， 这个顺爆好，看一下墨甲从后面抓 ，nice， 43.938，抓一下抓一下，一定要抓一下，丢炸弹丢炸弹 ，nice 33.129 nice， 哇塞，这个队友真的够，太燥了，大佬队友，剩13秒，放好炸弹，退退退退退。这个战绩一旦给他丢没问题，抓一下 ，nice， 放墨甲 ，nice， 哇，这一局不错，队友在塔上前面的那个助攻非常好哦，反而我们这边就只剩下徒弟的工作了，徒弟也很重要嘛，是不是？刚刚应该其实也是可以考虑去前面抓一下，可是肉肉先生的瞄准不太肯定啊，所以怕送头，那少一个人也危险。好，2284，这个就是要谨慎。好了，来到了今天这一个系列的最后一场了，这个若叶强塔系列啊。哇，最后一场会怎么样呢？这个对面是 Zap 洗车枪、P 枪跟 Rappy。好，先假装上塔放个炸弹，再丢两个炸弹。看来这边也是不好打，先退一下，收集一个 SP。还有左边的队友已经掉了，要过来肯定 ，OK， nice， 协助协助协助，抓一个抓一个，啊 ，nice， 好加载，哦，差点没抓到，放个炸弹，哎，哇塞哇塞，肉肉先生加油加油，哎呀可惜呀、啊，这个战地有差，对枪就很困难了，但是队友还是帮你 cover 回来，没问题，好，飞一个，应该不会有炸弹吧。哎呀，这个飞不太好，但是还可以，还可以，还可以。好，战地先抓一下，稍微抓一下，丢出去。往前，往前，往前，小心，小心，抓到人吗？啊 ，nice nice， 哦，最起码你的墨甲有开出来，贡献是有的。塔现在已经送到了前面，这里是几分呢？73，先不飞了，有点危险。哦，全倒哎、欸！哇塞，队友太 nice 了吧，运气真的是很好，但是塔有点往回推了，这个就有点可惜了。好，既然大家那么喜欢往前冲，我们就负责站塔，这个绝对是没有问题的，站塔多轻松啊！好，抓一下队友，抓一下敌人，抓一下敌人。这个这个在哎哎呀，可惜可惜可惜，这个有一个队友跑远了。好，飞一下。哎，但是现在飞好像有一点危险呢，好险！啊，大家非常谨慎的选择那个超级跳的位置啊。好，从那边走比较不会被扫到。哎，扫到两个了。丢一下，丢一下，饭团能送就送哦。天，哎，他爆炸我应该会死，先离开。好，下来先放个炸弹。Nice， 策略成功。好，这边也是顺利安全。这个如果有用鼠球的啊，你在他鼠球快爆的时候再丢炸弹，他会有比较大的几率吃到炸弹死掉。好，这里先送饭团压制，就是要压制敌人，或者是你要牵制敌人，你一定要让敌人明显的感受到你在那里有点烦，然后有的时候他就会上钩。好，现在队友那边好像还 OK。哎，我们在这里龟好像有点不太好啊，这有点可惜，应该要上前去的，因为塔已经往后走了。
好，丢一组，两组，丢一组。你打不过他，你打不过他。小心！靠，好险！他战鸡蛋开起来，反而杀不到我们了。所以战鸡蛋开的时机也很重要啊，你可能本来杀得到的。Nice 哦 ，Nice 哦。丢一个，再丢一个远处的。哎呀，被他跑走了，就不追了，不追了，这个就不追了。小心后面。哎呀，可惜。这就是没有装一个超级跳，真的有差，至少要装一颗，刚刚就会飞回来了。我现在决定把所有的武器的技能，这边抓一个，这边抓一个。糟糕，糟糕，糟糕，糟糕啊！不行了。糟糕糟糕，现在有点危。好像还可以，队友加油 ，nice 起来。52、51秒，这很关键哦，你的2300这一局哦。左边有一个要偷袭的 ，OK， 这边有。蹲啊，蹲就好了。没错，战地要先涂一下。等一下，可能紧张。退 ，nice， 有捡到一个，那再开出来，25秒。这个时候就是尽量的丢饭团就对了。nice 顺包。7、6、5，是不是会成功呢 ？nice。但是不确定，说不定他到时候开分开出来，他给你的分数只有5分，那你也拿不到2300嘛，是不是？哇，这个真的是怎么讲呢？还是要感谢队友啊，就是这个团队合作起有很大的部分啊。这个这么长的这个爆裂枪，至少也拿下了17杀。哇，2300分，耶、太好了，这个真的是我们的新高哎，这个打 rank 增建以来有史新高，竟然是借由这个双饭团流而做到的这件事情，哇，真的实在是太开心了，没想到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落叶强塔这个系列，让我们打到2300这件事情，真的是太开心了，开心到都不知道该说什么了呢。好的，那么不知道大家觉得意下如何呢？这一次看了这一些系列的这个落叶强塔的饭团双饭团流，不知道大家觉得如何呢？如果大家觉得影片还不错，这个系列还不错的话，记得影片帮我们点个赞，并且留言分享你的心得，让我们知道，让我们一起来讨论有什么样不一样的打法，还有什么样可以打得更好的呢？哇，真的是，我想近期要再打真剑这件事情，我可能要再考虑一下，因为压力真的是有一点大，压力山大啊。那么今天这么精彩，就让大家好好的回味一下这种感觉。我们会继续的做不一样的枪支的练习、尝试啊，打真剑什么的。大家如果有一些不一样想法的，欢迎也留言给我们，让我们知道，让我们可以为这个频道做更好的影片。好的，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，先告一个段落。感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次再见啦，拜拜。